依据中央气象局发布的风台资料，连续三粒风台侵台，将对台湾附近的海面以及陆上构成威胁。嘉义县政府邀请龙旗跳顶坪以及作业的专家，随时要注意风台动态，严格戒备，也提早应应，并且做好风台准备。官府指出，一旦中央气象局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将同时开放布袋第三渔港，提供铺排式的预备入港避风。养殖业者只要向渔港的保全人员登记切结，就会当将预备拖入，并且在风台警报解除了后七天内自行脱离。今摆有三个风台伫遮，拢会造成咱台湾迄个遮的落雨。咱窟啊吼，尤其要注意吼。落雨天了后，咱水质会造成这个急剧的变化，会造成水的反水，鱼也会破病。这几天呢，可能要特别呼吁咱这养殖渔民吼，要特别注意这个水质管理。鱼啊，若有破病吼，咱县政府呢，拢有派驻伫东石、富乐的检验中心，甲宜德新店的检验中心遮，拢有咧做水质甲疾病的管理。咱养殖渔民遮吼，若有这个用水的问题，会使甲咱的鱼啊、甲咱的水呢，也去做一个检查，减少咱这个用水吼，因为这个雨水带来的这个灾害。另外，管府又请从事养殖业者以及海边作业的渔民，注意各项防范措施，包括加强温体的修补维护，甲排水路的疏通，检视备用发电机是毋是会当启动，并且添足用油，加强巡视水闸门，保持操作正常。地势较低地区应该防淹水甲海水倒灌，浅海养殖鱼啊养殖设施必须要检查伊的结构，妥为装修补强，必要时阵应该提早修行。最新新闻，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